这首歌是要献给我远在法国的女朋友，我只是想和她说，我和她之间是最激进的零距离。我是一个来自法国的知识分子，我的信仰的名字它叫德勒兹，我有一个同学他叫钱红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爷爷，爷爷就是阿公，爷爷就是阿公，阿公爷爷，爷爷的名字他叫做洪西爷。爷爷，我的阿公是洪七爷，我的阿公是洪七爷。我的信仰好做德勒兹，因为我叫做知识分子。洪七爷，我就要爱你。我和我女朋友的距离，零距离。